对不起，朋友在跟我说话，所以这里没声音了。我好喜欢这次的打包，但是每次拍的不好看，头痛。这次出卡180，打包材料140，邮费28，差点就亏了。但是老师很满意，就特别不亏。其实我每次主题打包都在亏的边缘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最后欣赏一下美貌。